你看这个。这个跟这个一起买，还有这一个。这个是果冻哎，那要拿一包吗？哎呀。拿三包吧。再拿一包这个啊。哦。这是。太多了，那不要买了。我想要买这个，还有这个。还有这个，还有这个，怎么这么多啊？妈妈说要买两个果冻啊。那你再拿这个，这也是果冻，这有凤梨口味的。我不要凤梨。那你买这个先不要买好了。嗯，好了，我们买了这么多，太多了啦。那我帮你拿。哇塞，你是大富翁啊！来，我帮你拿一个。好，那你那两个要拿好哦。这里哪里有？好，从这边。那妈妈说要买饮料在哪里？饮料在这里啊。要买那个运动饮料，你帮我找找看。那个又不是运动饮料，哦，在这里吗？没有啦。没有啦，在这里哦。嗯。对呀、啊。